夜幕低垂，慈济志工踩着月光逐户拜访。单亲的范女士14年前突然中风，慈济长期陪伴，如今儿子长大，也有稳定工作，这份好感情依旧。 同样乐观面对人生的还有他，40年前跌了一跤，伤及颈椎，全身瘫痪，在志工鼓励下学习十字刺绣，自食其力。各人两支无，我剩食面。那今食无要可能。就是，要吃好，先来家己合。哎，你这是提着啊，唔对啦。 哈哈哈哈哈！你是啊，干嘛咧提这吼？阿妈本生你得那用诶，快点用啊！送来贴心礼物和物资卡，吴女士感谢之余，也许下真诚愿望。咱老拄着暗高，需要出门，需要也出去，我来去袂要紧。站稳步伐，也向分享自己的故事，鼓励更多人一起勇敢面对生命的挑战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李德美、罗顺仁，台北报道。